赛季2.94的打击率。这一球打成了反向的平飞球，形成了一支安打，这也是兄弟团队的首安。当时在洲际棒球场，这球中间方向的平飞球是一支安打出现了，连续两支安打的产出哦。我这一次积极出棒，打成了二垒手正面的滚地球463的 double play， 对龙队来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 trade off 交易的结果。两个出局数，外角的叉子变速球没有吸引到詹子贤的出棒，这是个保送。你非常有自信的球路被选掉之后，不是这么好的现象。中间方向穿越安打出现了，江坤宇41棒带回了三垒上的陈俊秀。中信兄弟在二局上半先持得点，1-0领先。这时候直球又放在一个红中的位置哦。这是江坤宇生涯的第500支安打。外角球被打成了反方向的飞球，左外野手移动之后，张佑铭完成了接杀，这个半局结束。不过中信兄弟靠了3支安打一个保送，江坤宇的41击打回1分打点，目前兄弟1-0领先龙队。待会看到二局下半。